不二啊，等到开台了，该死！对啊，怎么了？起，按到开台了。你已经开台了。我要调视窗，点到开台了。哼，那就开吧。那我也开了。开台，开台啦！开，开，隆重开。安安，刚不是金药弄好了，怎么又安安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安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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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来玩末日历哦？原来是打僵尸啊！末日 Z， 也是会拿枪的僵尸。哇，僵尸凶巴巴！安安，安安，今天没有咕叽咕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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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叽咕叽咕叽。有，今天有负责咕叽的人，但是没有咕叽咕叽的那个人。嗯，你怎么死掉了？我抢了一台战斗机，然后起飞就被打下来。好，不要你！我第一次这样子被打下来，我已经三次了吧？每次抢，每次被打下来。当当，难道不是赶快起飞就还好吗？正常来讲，赶快起飞，然后转个弯就没事了。嗯，我都被，所以刚刚是不正常，都是被空中拦截下来。安安，安安，安安。大家都加进来这么快？对啊，那我就先到设施那边。好，我想先运货。想先运货可走？没有啦，那我叶总会的，叶总会的，叶总。哦，可以啊。希望不要再直升机了，拜托。要调走的话，就真的六十万呢。哇，声音变小。真的耶，你为什么变小？吗？都变小了。阿纪怎么变小了？阿纪变小了！不要再调我的麦克风啦！每次都被调，每次都变小，都没调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76。我觉得声音没有变小啊、欸。我是觉得没有啦。他们是抓你啊？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样子嘞，好像正常了吧？好，爆音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样子应该 OK 了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游戏声音调太大，有点盖过你们的声音。啊，声音调降一格。来啊，这样可以了，真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，这个刚好可以到耳朵爆掉的那个程度，这样子刚刚好。走喽。嗯，战斗机我不要了。他们的声音也小了。啊？好、啊，那就是你的耳机是不是要该调一下啦？啊？他们的声音有没动啊？哇，又要爬山路了。谁小？你才小。繁星开车喽。哦，我这里要送货。哇塞，摧毁夜总会商品。你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没有邀我。没有没有，这一个人的。哦，一个人的。哦，我这里有两个人以上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需要人。快过去啊！抽电脑。我前面有，哦，有红点了啦，气死！我走这里需要人条路啊！哦，好像比较大了。我需要人啊！好，来，我要被夜总会赶出来了。啊！我的薪水是要新台币哦。好，来，你等一下就直接去跟阿星拿。北七哟、哦，我爬不上去啦。有的需要推一把，你的钱又要掉了吗？
不是这个坡爬不上去。有人需要推一把哦。没有，我头上那个炮台被树枝卡住。卡住。嗯，然后造成说我的后轮没有力了。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出来了。啊，你们先来地堡啊，来来来了来了。哎，我在附近，你可以直接开始。好，我就直接送货，补货就直接花钱买了。哎，为什么他的喇叭一跟那个喷射钮一样放在一起？喇叭跟喷射钮，就是同个按键啊。哦，他想按喇叭就噗，就冲出去了。可以改啊。好喽，送货喽！我们这里要送货喽。嗯，哟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不要！哎呦，有人需要推一把，两台啊！那我少费了耶！ Yeah! 啊哟喂啊！哦，这台真的好重哦！电脑板哎、啊、翻了，没事哦。哎，钱呐、啊！你们的货应该烂一半了。钱啊！没关系啦，是自己的。好，等下他。自己的。哎，很好，没关系，嘿，没关系。嘿嘿嘿。我怎么那么可怜呢、啊？怎么了？炮军没有大灯吗？有吧？这干扰器不是要接近吗？不接近吗？音乐。还好吧。没有其他人、啊。刚、哦、没有是怕不是有红圈吗？你要接近也行啊！你怎么了？车子上去了没？还没。需不需要把你推一把？我在卡在沟沟里面。需不需要开车把你撞一把？不要，我身上的货。他自己去用车子都从后面推他一把吧。不要。去堵他是。你开暴君来推我啊！什么叫做老鼠撞大象？让你吃一下，撞下去人飞出去还没有反应。哎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走喽。嗯，看鱼又会顺一下，顺一下。我也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我看你会，这车子会变慢。冰条哦。我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把画质那些调低看看好了。快走，快走！你也是可以关掉的啦。哎呦，又顺了一下。快走啦！我洗干。加他！哎、欸，搞他！我变路障，我变路障了。我只是想超车。到底这两个人真的过分。没有，你知道我没有看到名字，我只是往右边靠了一下而已。我脑袋冲过来了。我要打呼。可不可以射轮胎？它是防爆轮胎吧？啊！送货的东西都防爆。哈、啊。我画面还是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哎呦！哎呦啊！就各跑各的，各跑各的。嗯。哎、欸，美女，要不要刹车啊？要刹车。要不要刹车啊？买刹车。要刹车啊！那怎么样？刹车？我把刹车拆给你哦。你要开，你要开可以进的车子，然后在旁边按喇叭。可以坐的，嗯、欸。而且你不能开太烂的哦，太烂他也不上。我的妈，暴君飞走了。你开暴君要搭人家？我忘记了喇叭。这里面吗？你要四轮车哦。四轮的、哦。嗯。啊，到了。哎呦，要死我！要被射穿了啦！啊，去爬咩？嘿嘿，要死我！他跑了。有梦咩啊？哎呦，这红鹤吧？要死我！坐他们车吧。
走喽。还有妹妹，好像妹妹去海滩啊，妹妹海滩很多。嗯，完成了，耶！等一下，我千块。啊，车门飞出去了，保险杆也飞出去了。不管他，不管他。等一下，我把一些画质什么调低一点。哇，你们都到了哦。嗯有人的也要送吗？他记得要送吗？没有，没有地堡。玩具枪，他连长相都很像玩具枪，好不好？哪一个手枪吗？我想买。不解使者是手枪吗？不解地狱使者不是步枪。哦，我想买。他算冲锋枪啦，冲锋枪。资金不足，你可以购买。你要想去上地方哈？你可以购买鲨鱼卡。你需要更多的钱来招金哈？钱不够。哦，身上一定要有钱是不能。对啊，你叫小姐还刷信用卡。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支付宝啊，那个 QR code 帮我扫一下。用那个会射钞票的有没有？那射钞票的枪，然后你在那边插信用卡，那边射信用卡打出来。哎，妹妹上车，这样子会不会比较顺一点啊？哎呦，好像还是一样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哦、，nice and quiet， OK。还是会卡一下，卡一下。去哪里呀？这里好多，那里有人呢。到底为什么我都会卡一下，卡一下？他还扒你啊？谁扒我？就那个。这个。那其实死掉了，耶、yeah, ，锦心嘞。哇！为什么有锦心？没有，因为我刚把他爆头。哇！这么凶。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画面还是会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到底为什么？其实你有开什么东西？载具模拟器关掉了吗？我刚才还重开电脑哎、欸。哦，50块、70块、100块，对吧、啊？我开什么？这个会不会有那个画面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会。好，玩具服务，你下车。你不是，你不要带回家就好了。好，不要带回家就好了。也不要带去一个，也不要带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好了。就是暗暗的地方。啊，我现在是暗暗的地方没错。你不要，你会被 ban 到。那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好的，那还是撞死他好了。因为你要暗暗的地方才能做羞羞的事情。对，哦，啊，对啊，20块红哦，我们那个载具可以看那个。34块啊！等，我好了。这样子啊。等一下，我挑个。没关系。卡的，我想说到底他我看，我不知道我车子看起来都会卡卡的哎、欸。嗯？还是大家都一样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然后约死了。还不是因为你的锦星，我在调画面。还敢说？老大死亡薪水降低了。你要问的刚害我有警戒的那一个杰克，叫杰克给钱，还是天，还是我把画质调低，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。画质调低，感觉上好像哪里怪怪的。那么。这样也有锦星，我只是你只是爆了一个枪。哇靠！哦，这样。Now boy， 我不爱停车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被路灯砸到了、啊？你说掉下来路灯吗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只是在家里比较安全啊。Oh, 真的。水泥车可以喷水泥吗？不行。不行。消了之后，消防车可以喷水。啊。水泥车喷水泥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以前有幻想过，我被绞进水泥里面哎、欸。哟，好可怕啊！好，不知道是做梦还是幻想啊。这粉丝你送完了吗？我送完了。抄我车，你抄我车。那我们就。这样不要啦，有准备出发去做事前准备咯。嗯，对，
哎、欸，为什么马上要进新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保镖。啊、欸？不是啊，杰克啦。哦，我不在他身边啊。我们吵架了。哦，杰克哦，没有锦，欸、在你身边还会有锦心？你太猛了吧！我又有可能是我的。我在玩警察，乱玩。哦，这怎么进去啊？这路在哪里啊？这样吗？可恶！这这边怎么进去啊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被扣押了啦？对啊，喷水啊，怎么了吗？给吧崩，喷水给吧崩，哦，钱还没有存日，好，马上存，马上存，不用存了，就是存钱才叫不到小姐，没关系啦，我再试试看好了，我再试试看叫小姐，然后大家在车上的时候把他杀了。嗯，不是杀了，是带他去海边，然后冲向海边的时候，我跳车。你太坏了吧？会不会在里面？What the fuck？ 走喽！What the fuck？ 要存不了钱呐、啊！那上次说什么杀几个人就有2000多块钱，我真是笑死。Hello， 奶奶，表现良好，给你2000块。这表现太好了。嗯。我刚刚看到扣押场里面还有其他人的车子是谁的、啊？你看有多两个人进来啊？哦。因为刚刚我的摩托车被扣押，我直接跳进去拿回来。嗯，飞车喽！